带上你的爱呀去新疆，是新疆胖子哥。今天呢，我们从库尔勒市出发，我们经过一段山路啊，蜿蜒曲折，上坡下坡都有，而且呢，这个山上呢全是石灰岩质。我们从山上出来之后，眼前豁然开朗，就是一片绿洲啊，左边是草原，右边就是白杨树啊。我们紧接着呢，我们就走了一片像是沙漠公路啊，左边呢全是沙丘啊，右边呢就是山。今天呢天气也非常好，蓝天白云呢，而且也刮着风，但是大家在路上停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啊。在紧接着我们再往下走的时候，会发现好多是沙漠性植被啊。大家也知道，在咱们新疆呢，只要是有树的地方，有水的地方，那就一定会有人。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泊湖县的羊水站啊，在我正对面的就是博斯腾湖东蚌站。因为这个地方呢是羊水站呢，就是一个水电站，而且是新疆乃至西北最大的一个水电站了。我们所在的这个桥上面啊，看到这下面的水啊是翠绿翠绿的。不要拦着我，我要跳下去游泳。不要拦着我，我要跳下去游泳。但是大家来玩的时候啊，一定要注意这边的水啊极深，所以说不要跳下去游泳。这个呢也是我们进入泊湖县的第一个点。好了，那我们就接着往下走吧。不要再沉默，不要再多说支离的破碎，又能如何？不要想太多，没有对与错，梦就在前方，唱自己的歌。下一站呢就是博斯腾湖的大河口，我们在那儿呢吃五道黑，博斯腾湖的鱼必须要吃的。我们刚从孔雀海滩出来，就遇到了这个刮大风下大雨，大家在来的时候，在欣赏美景的同时，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。